佢就係咁行埋嚟，又話小姐你唔好再企喺度，我都想行啊，大佬。咁條街嚟噶嘛，我都唔想企喺度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就係咁咯。好啦，行未啊？咩啊？係啊，佢知啊，佢兇你啊嘛。但你覺得咧，佢又唔係話封咗呢個區，又係啊，又唔係封咗，咁我都唔明我點解行過佢扭計，係小朋友喺條街度都扭計噶啦。咁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咯。你覺得合唔合理咧？真係擺到明就好唔合理噶啦，成件事。佢淨係扭計，咁係細路都會喺條街度扭計，熱又好，平民又好，無端端咁多狗圍住佢，其實都係驚噶嘛。即係作為一個正常嘅小朋友，係咯。唔該曬。係啊，你唔好嬲啦。
實講啦，我都係咁同所有人同埋各位傳媒嘅朋友講噶啦，就係、是、今日都係摸着石頭過河。今日唔知聽日事，咁啊聽日嘅事就聽日了。因為下個月我都要坐監啊，咁所以究竟而坐幾耐我又唔知道。究竟下年七一係咪可以申請遊行，或者要唔要申請遊行咧？應該交翻俾社民其他嘅成員嚟做決定。不過我只能夠講嘅就係、是，只要能夠有一個發聲嘅平台同空間，社民連係會堅持嘅。我哋都好希望唔係淨係社民連堅持，唔係黃浩明堅持，係市民大眾，係曾經喺2019年六月九號、六月十六號、八月十八號曾經出過嚟發聲嘅市民大眾，都能夠一齊嚟堅持，去保存住我哋嘅記憶，保存住我哋嘅聲音，並且有勇氣嘅去維護呢一個真相同埋公義。OK， 唔該曬，多謝。一分鐘。近日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四人以上的群组聚集，请现场人士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否则有机会触犯相关规例，并遭受处罚。现场人士留意。留翻条路啦，记者唔只是工作地方进行四人以上的群组聚集，请现场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，并遭受处罚。现场人士留意，这个是警方的呼吁。根据香港法例第599章《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》，现时继续禁止在公众地方进行四人以上的群组聚集，请现场人士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，否则有机会触犯相关规例。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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